later. 啊，这个地方是很多这个是吧？到了这个武汉，然后明天是因为我武汉的演唱会，所以今天呢就是来品尝一下武汉的美食。对，面是救不回来了。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武汉的热干面。Tomorrow.相机吧。现在就收到了导演的礼物，我上次只是说了一下，啊、哦，导演，你的身上的香水好香啊，他送给我了。OK。完全不会掉，我都忘了。你刚拍的我凌乱的表情吗？搞错了，上几场的钻我都是粘在眼头的，好闪，看到没有？两边，芭比，来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东西？是筛子吗 ？No， 是耳饰吗？更 No， 扇贝，这个是一个帽子，这个更像英国贵妇哈。你看看这衣服，它旁边是吸铁石。梳一个油头，什么花香？脸上擦的是什么花粉？口点的胭脂是什么花红？是买了一个腮红刷，精准腮红刷。想涂什么会涂。穿里面的这个跳舞的话，我就是中间有一段不是要坐在那个男 dancer 的腿上，可能会把他硌死。彼此灿烂的笑容。
你怕不怕被门落在宿命中妥协？表示现在几点了？22:31。没唱过瘾，我跟你说。怕不怕被拒绝？怕不怕被省略？好朋友疯狂以后，就一个人。